你看我们这一般都是豆跟这儿汤汤汤汤成本大套，嗯，捧跟这儿基本上就那么几个字，嗯啊，这是哀海又何别听疼，就这么点词儿。谁呀？怎么了？什么叫后边还有那个？东北孩子我跟你说有个特点，什么特点？哎，要什么就像什么。就比方说，妈妈我要冰棍儿，看这像冰棍儿。哦，这么个要什么像什么。对，妈妈妈我要糖葫芦，看着像糖葫芦，长得这死叔跟你爹一样样。妈妈妈我要变形金刚，看着像变形金刚，头上没毛还像变形金刚呢。嘿，妈妈妈我要塞巴斯蒂安加比埃尔巴黎斯图塔签名版的限量款的雪地靴，我看着像啊，这什么？我家有只肥进白进八斤鸡，图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有只肥进白进八斤鸡，图飞到我家后院里。我家有只肥进白进八斤鸡，图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有只肥进白进八斤鸡，图飞到我家后院里。这鸡锻炼呢？干嘛来回飞呀？这要变鸟啊？这是？那怎么着呢？那肥进白进八斤狗，张家。嗨，把你忘了。那个把你忘了。你们不知道看不看一个节目叫《口吐莲花》？豆根子拿扇子打他们，别。停，疼！你这有没有这仨字儿？嗯，有，对不对？你看，你回忆回忆你挣钱的时候，都是讲理。咱们在这儿，我们确实是按场份拿钱，对不对？你每次演这个节目，你不挣钱吗？当然挣钱了。所以说呢，妈，这是哀海又何别听疼。好嘞，好嘞，这点词儿记住了，捧哏十一字真言。